就跟那个当兵的时候头盔太大了，就会看不到。来到明溪城那边呢，有趣的点是你可以在这边享受你的变装癖，无论你想要变武士、将军、忍者，还是本宫，今天就是换装成一个公主，来这边都可以体验一下哟。啥个嘞？昨天却很好笑，哎，可很可爱哎。公主一秒后宫，不要再看了，退下。将军要用餐呢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丢，不能，不能往下，好好重啊！走 ，Go。保总变装秀要做就要做全套的，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，我们现在是《凡尔赛玫瑰》领域的奥斯卡跟玛丽皇后。大家好，我是皇后。做了这身装扮才知道，说皇后不是人人都能当，而且我知道为什么皇后要这么做的，因为根本没办法站，那个太痛又太重了。但是呢，化妆过程其实蛮有趣的，就有看到她其实化妆的步骤跟我们一般女生的化妆完全不一样。然后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眼妆的部分啊，它其实阳台外扩到极致。对，就是说你想要眼睛长大几倍都可以，就是眼睛无论要长大几倍，你都跟他讲，你的眼睛可以放大10倍都可以。对啊，对。